珍惜现在，认真面对眼下的每一个选择。抽掉自己的红地毯，让自己摔倒，让后半段的红地毯走得更稳。挑战的道路没有艰难险阻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可以尝试或放弃，不能放弃去尝试。来到披荆斩棘，我想挑战情感表达更细腻的舞台。